这人呐，这车都停满了。这里是大理《天龙八部》影视城。开始，请大家有序观看。是租衣服拍照的地方。这个影视城除了拍了《天龙八部》以外，还拍过《西游记》《倩女幽魂》。现在主要展示的是宋代大理国、西夏、辽国的一些景色，还有相应的历史文化。这个景区的门票40元。少林。丐帮。这是段氏戏堂。哇，这包子黑白紫。无崖子居。
逍遥派。姑苏慕容，云州。这就是曼陀山庄，王夫人。王姑娘，这个王姑娘、王夫人都没有看到啊。不过我遇见了木马青，合个影吧。这是段正言、段正新，各个皇帝啊，段家的各个皇帝啊，好多呀、啊。这是后来出家的皇帝段嗣龙，镇南王府，世界三世众位乡亲，我家小女孙成于落雁之楼，闭月羞花之貌，只是才貌双全。好了，这个《天龙八部》影视城就看完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再见。